又到了一年中最错乱的一个月，《纽约时报》竟然承认保守派对于变性人的看法完全正确。根据报道 ，Will Thomas 这个比所有其他的女性游泳选手都还要高出两个头、身形强壮的大男人，在 NCAA 打败了所有女性的这个性别错乱人士。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男性在母胎里时候就有睾酮素，而且青春时候会大增。绝大多数的男人有比较宽的肩膀、比较大的手、比较长的身体，肺活量比较高，肌肉量也比较高。然后说 Leah Thomas 就是科学的证明。这个说法是来自 Dr. Ross Tucker 他们找的一个专家。他说，尽管降低了睾酮素，也没办法夺取 Leah Thomas 的优势。很多保守派现在就很开心啊，就是说，哇，纽约时报这个左派发声器终于承认男人跟女人不同了。但其实不是的，这反而是更危险的，这反而是左派在性爱革命上面发动的更激进的一个进程。之前他们会试着说，只要变性了打了女性激素就是个女人啦，然后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基本上有脑的人都不会吃他们那一套。但是至少他们还会想要试图合理化他们这些变态的想法，至少还要试着想去骗人。最近他们连试都不想要试了，他们连骗都不想要骗了，他们只想要执行而已，不解释、讨论，不试图合理化，而是无论如何的要强迫你接受。我是Ethan，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很多保守派会一直以为就是不可能啦，对不对？就是变性人这个议题，男人跟女人有这么明显的不同，这么基础的尝试，左派铁定会崩溃啊！没有人会相信啊，人类会恢复正常思维，人会回来正常的知识。很可惜的是，一切都没发生。但是现在没有了 ，Walt Thomas 就直接说，这就是我要的啊，对不对？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有一堆人会在他身边说：“对啊，他的确是有一些优势嘛，对不对？那就这个样子嘛，啊、不然你要怎么办？”真的就是连解释都不愿意解释。There are some who look at the data and suggest that you're enjoying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There's a lot of factors that go into a race and how well you do, and the biggest change.For me is that I'm happy. And sophomore year, where I had my best times competing with the men, I was miserable. And so having that be lifted is incredibly relieving and allows me to put my all into training, into racing. Trans people don't transition for athletics. We transition to be happy and authentic.And our true selves. Yeah, 最重要就是开心就好啦。那请问那些女生不想看到我在女生更衣室里面脱光，看到我的下体的话怎么办？关我屁事啊！我开心最重要啊！别人是别人啊，我是我啊，我只在乎我要的。那些原本可以夺冠的女生，原本可以保送的女生，原本可以得到奖学金的那些女生，那都是别人啊。我只在乎我自己啊！你们也都应该为了我。我开心最重要，这个就是最真实的我。当然，那不是最真实的他。OK， 真实的他是个男人，但是我们的社会比他脑子还不清楚，认为我们应该要鼓励他继续错乱下去。我们知道他最后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谎言不可能让人得到快乐。但是刚刚他那个影片里面，他连解释他的立场都没有。他不在乎事实，事实不重要，他完全就卡在一个不合理的强制说服状态。那个人哦，说真的，比我高好多，比我还要壮，声音比我还要低。他有做什么转变的手术吗？还是有吃什么药吗？但是他说，我去年跟男生一直比赛啊，然后我一直输，然后我就很难过啊，对不对？今年我跟一堆女人比赛，我就霸智哎。我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吧，对不对？运动不是为了输赢，就只是为了开心，不是吗？所以说，你凭什么问我男人跟女人有什么不同？你何德何能啊？说什么事实，说什么道理？你凭什么管我的快乐？其他的人的快乐呢？关我屁事！啊、很烂的理由跟解释，永远都比不可理喻、无法沟通好。因为无法沟通的意思就是你要被迫强制接受他的看法，不然你就是。
断绝关系之类的。南加儿童合唱团现在开始报名了。南加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曾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夏威夷等多处演出，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荣获各大奖项，均取得优异成绩。从即刻起接受报名，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9到12岁以及13至18岁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欢迎打电话626-779-6767报名咨询，或是登录网站填写资料报名。记住，在报名的时候，请告诉他们你是看到 AI News 来报名的，会有一部分款项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